现在来教大家怎么兑换最近蛮夯的一张伊布的 PR 卡。首先我们到这个游戏，对，那再三强调，这是必须当初你玩这个游戏有登录那个活动成功才有办法取得，对，所以现在才想玩的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当初这个活动出来的时候就要必须先登录，对啊，现在活动已经过期了，只是最近卡片到台湾，然后陆续看到才有人在问，按右上角设定这边会有一个 ID 16位数的号码给店家，他们会核对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他就会给我那一张伊布的 PR 卡。对，就这张，它这边会有这个它的 logo 的标志，S5 的 PR， 对，只是换个塔图而已，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利的取得。到你家附近道馆店家，那你先打电话去询问他们有没有做这个兑换的服务，如果有的话，你再去店家，比较不会扑空的状况。到这边。